这部戏之后呢，我才发现哇，我们人真的是可以 achieve anything。放开我！我让你们快点放开我！我们看到你把那个男的推到车底下。手机手机你的饼干没事，火已经开多一点点，爽。 One action。 为什么不能这样？在这个电视剧里面，其实有深刻印象的有挺多的。OK， 阿本这边。白帝 ，Action！ 刘总，花了三四个小时吧，好辛苦啊。灵魂摆渡娘传说对我来说应该是目前为止最苦的一部戏吧。有点像在家里帮狗冲凉的感觉哦。I'm so sad. Just let it out. Like all screw up.我觉得我们这个剧组其实大家都很努力在工作，而且并不会有带太多的负面的情绪，因为大家其实拍摄时间长了，肯定每个人都会有压力，但他们都会在现场会开玩笑啊，或是就是逗逗我啊，让气氛整个好一点，也会让我比较没有那么也多的压力。走。什么？你让我？iQIYI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 iQIYI